就没这么紧张过了。有没有什么口气清新的东西啊？我有，真有啊！啊，我也。快又快又快！咋？你又不亲嘴儿？哇！我的妈呀！我也不敢讲。真的开心，但是今天还有小东姐，我爱创作营2021。你小心点头发啊！你轻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小心点头发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毛晓彤。小彤姐，那我们是平常叫你老师还是叫？随便啊。随便哈。随便啊，对啊。随便姐。就小彤就可以啊，没关系的。小童，那小童你吃哪个蛋糕？这不有人递一下，递一下。谢谢。给姐姐牙签，牙签不要。这，哎，你出汗了，出汗了。谢谢。辛苦了。非常恨我自己没有眼力见，我今天那几点，我这气得我就是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呢？见到我梦寐以求的偶像，但我当下被一个小小的蛋糕给诱惑住了。哦，你看看我们怎么没想到。Real gentlemen， gentlemen， 我恨我自己没有眼力见。有些学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有些学姐身份已经暴露，却还被蒙在鼓里。我演戏吧，我就用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就进去说，学员们，学员们，你嘉宾来了。哦，是我。完蛋了。他们不在。这什么？What？ 金星，什么？Thank you.